那就是了。谢天佑是我的搭档，是因为我他才进了监狱。我们怀疑他跟一个枪支走私案件有关系。我是不希望你一辈子活在那个阴影里。其实你老公不像你想象中那样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你现在处境很危险。哎，把他放开。谢了兄弟，现在谁都不能信，就你了。有一批枪支流入境内，前警员仇乐最大的嫌疑犯。你不配当警察，不配当侦探，我要让你失去一切。这回相信有人要杀我了吧？你肯定吧。对，面对自己狠一点。要活着的都是猎物。好，出发抓人。是你让我变成这个受害者。说明吧，做兄弟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我只是想要我的真相。